单位注意，嫌疑人物出现。叶小宝，开门。仲未确实是总统，我哋应唔应该采取行动？大家小心啲，每次总统出现，我哋通讯系统都会受到干扰。西方，现场由你验差处。霸王花负责确定总统身份，泰国警方会协助拘捕行动，唔好轻举妄动。哎呀你，咦，你系佢好丑啊？咁佢都几有眼光啊。西方，你仲唔 action？ 再俾总统佢走啦，唔知要死几多人。一切按照原定计划，唔好打错。我接嘅目标，喂，你唔好乱嚟啊！喂，阿爸，快啲带埋啲上嚟去，呢度会好危险。西方。原来个阿伯先是总统，大家小心。我追总统，喂，咩事？小心啊！救命啊！好惊啊！唔使惊，妹妹，你咪喺度。撤退，走得一个得一个。
人，你仲想点啫？有啲嘢我唔讲你唔明，呢啲咪叫距离咯。Distance 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好烦啊，真系唔好再打俾我啦，唔好再打俾我啊！Come on, let's do it. Hi, nice to meet you. Hi, 黄亚花，叫我花得噶啦。你面色好差喎、啊。啱失语，嘈咗两句啫，都话咗噶啦。嗱，我阿妈咧喺庙街开档嘅，我赠你几句啦。我睇睇呢条爱情线先，真系发达喎。我叫虾妹啊，系咪要免费奖题啊？你攞到大包细包咁，唔讲仲要为你翻乡下添。哦，唔系啊，我哋大家入得嚟住咧，即系有缘啦，你系咪先？有缘咧，即系姊妹啦，姊妹咧就要介绍好嘢俾你啦。嗱，我哋一开始训练咧就有排晒噶啦，系咪先？呢一支防 UV 加美白功能嘅防晒咧就啱晒啦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啲毛毛咧唔听话，猛咁飙出嚟都唔知点算喎，系咪先？但系有呢一部机旁身咧就无有怕啦。呢一部手提脱毛机去到边就剃到边，而家买即刻俾个八折俾你，个个都有八折，个个都有八折吓。喂，呢部脱毛机咧真系乜嘢毛都剃得噶，隔粒底毛都剃得噶，剃完之后包你冇臭狐。你都同我缩开只手啊，唔该。Sorry。唉，你又唔使咁恶嘅，人哋都系掂下你啫，做人唔使咁串嘅。系咪关你事啊？咁关，梗系关啦。我哋仲要日见夜见噶。Hey，come on， 大家一场同学，唔好嘈啦。同咩学啊？你哋估而家仲系翻紧学堂啊？呢个系特别训练营嚟噶。Attention， 全部同我落嚟，企直啲啊！我是今次训练营的总督察 Madam Fong， 他们是我的副手 Madam Kong 和 Madam Tong。 在警察部队里面，男性是作主导，而女性是作支援部分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？性别歧视。错，女性体能比男性弱，但是女性更加轻易接触敌人监察和侦察。你们有些是现役警员，有些是学堂新人，无论新定旧都好，我要的是精英。同我报道8729中环重案组 Madam， 9527都是中环重案组 Madam， 我们几个同阿头一起过来的。9823旺角法组 Madam， 7667油麻地车队 Madam。 你们是各有专长而被选入来，但是入到来就要重新开始。今后的日子我们会在体能上 IQ EQ 和各方面严格训练你们，你哋将会成为20年嚟新一代嘅霸王花，最优秀嘅学员会得到最高荣誉嘅红鸡城。好开心见到你哋咁快就咁熟络，不过你哋只嚟度假多过嚟训练，我谂你哋一定系好得闲啦。全部同我跑10个圈，你哋边个喺20分钟内跑唔到10个圈嘅话，全队冇饭食。拎埋你啲行李，带几多嘢嚟，攞住几多嘢跑。Yes， 唔系我。喂，用手拎啲啊！好彩冇帮你买嘢啫。喂，快啲跑啊！哦 ，4321。我相信伸出手就碰到蓝天，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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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肩。除晒你啲水晶甲，
啊、眼仔、眼睫毛同埋落咗妆去。咁我点见人啊？你可以拣走噶。咁又唔使。啲男仔都未睇过。仲有眼睫毛啊？快除埋佢。你哋二十四人分成四组，无论将功定立罪，奖定罚，以后六人共同进退。听到名嘅就同我企出嚟。A team： 何佩斯、李杰、黄芳、黄丽仪、阮志桥、罗彩文、关伟豪。B team： 萧丽玲、周丽琪、杨淑娴、刘景贤、张善文、王凤玲、张嘉文君。Madam， 我想要求调组。纪律部队系讲求服从。你不满意安排的可以即刻离开，不想走就即刻企翻入去。Yes, madam. A、B、C team， 而家你可以去食饭。D team， 由于你哋当中有三位成员跑唔晒十个圈，所以全队今晚冇得食饭。吓、啊，冇得食饭，系咪真系有得食面啊？乜你好肚饿咩？系啊。做运动是最好忘记饥饿的方法。你哋多谢 D team 啦。全部人同我做一百下掌上压。欧佩玲，唔好同我揸流摊啊！下爬垫地，顶住啊 ，Madam！ 掹晒啲架架出嚟，咪垫到地咯。坚嘢嚟嘅入边，咁坚。岂有此理！做多一百下。喂喂喂喂，悭妹悭妹，唔知噶，喺呢个罗江华咧，呢、這个位西北位和我啊，你同我交换啦、啊。真冇你扶啊！唉，好啦好啦，下次帮我睇翻个全上当无数啊！耶、yeah, ！都唔知 Madam 系咪专登整蛊我哋，要我哋同班废柴同一个营都有。大家做好自己嘢，唔好理人哋。喂，丝质睡衣。舒服超值，嗯。喂，着一着，舒筋玩乐，瞓一瞓，醒脑提神啦、啊。你仲嚟 ？Sorry 咯。哦。Sorry secret 咩 ？Sexy baby， 玲玲，如果你怕黑，我唔介意你嚟我张床一齐瞓噶。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多谢晒，唔好客气啊。玲玲，你赢晒啦。冇人买我啲睡衣啦。唔系啊，出面嗰啲我唔着得噶，太窄啦。我有睡眠窒息症噶。What? What's the big deal? I like to sleep like it.这个中计。Not a fool. Stop becoming one like you.
冲啫。翻数喎，我应得噶。咁俾埋你我条肠啊！今日食斋，乜嘢？你冇资格食呢啲，快啲放低刀叉。你食呢个吓？做咩 ，Madam？ 大神啊！你唔好唔开心 ，Madam 都系为你好嘅啫。食埋呢个啦，食清啲啊 ，Madam。我谢你啊！你心机啦，你哋。多谢。你试呢排都有咁多靓士兵，我知道我知先，霸王花重组啦。哦，呢台得啊，呢台得啊，呢台得啊。喂喂喂，十点钟方向。等啊嘛，先矛头咩你 ？Hello, App Lady。Hi。啊，唔知咁多位靓女叫咩名啦？系。我叫玲玲啊！我玲玲，玲玲，呢位，我系阿文啊，请问你叫我电话 number 啫。喂，我叫 Honey 啊。哎，唔好笑我。啊，靓女，点解你咁酷嘅？你叫咩名啫吓 ？Her name is Flower。啊，唔啱，我哋交换喺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、WhatsApp 啊、WhatsApp。喂，咁啱咁多我都有喎、啊。缘分啊，真系！李特警，我哋飞虎嚟噶，得闲沟下交流下。哇！你哋几条友仔咁嘅样系做飞虎啊？跟住咧点命？我呀，能够见到靓女你几面，我短几年命又何妨？喂，好啦吓，你当老豆噶？你唔好搞我哋姊妹啊！啊！你咪见我个个都搞，定系唔搞你？你而家发烂渣啊！哎呀，同你直斗啊！同你出打双扑啊！唔好打交，除咗打交，斗乜都得，任你拣啦。哎呀，我哋做飞虎嘅样样都劲嘅，可以单手游过公海，十秒内片低只花炮仗，又脚趾接子弹啊，样样冇难度啊！我哋咁嘅身形，都应该几擦得下噶。好，我就派我哋香港小林精同你出嚟斗食。好，就同你拍蛋，边个先边个输。准备好未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去！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，少不免会接触到黑帮分子。我们请到两位退休的黑帮大佬，他们以前是社会的渣仔，现在已经改过自身，是社会的栋梁。
佢哋分别系和合图片设计公司 CEO 拉哥，同埋新怡安老院集团董事皮爷。喺北帝爷面前嗌咩皮爷啊？嗌个皮爷得噶啦。大家辛苦晒啊！呢几年负担太重啦。小弟舞台设计，有咩 event 揾我啊？我唔方便握手，因为以前劈友劈得多，报应啊！而家50件。D team， 你哋出嚟同黑社会接触，喺佢哋身上攞情报。好。Hey sir, keep it fly. One two three two three, 放铁枪。对，对。交通部息事，大家怀疑你非法改装，改个波箱，改佢个名额。你系咪酒后驾驶啊？你不如翻埋去里面啦。其实我哋都好需要你哋警方嘅人员同我哋做卧底嘅，有冇兴趣？臭唔得。走路，你上我，我上你。我阿妈咧喺庙街好红嘅，佢帮佢算命嘅。咁咧，我戥你几句啦。嗱，你会娶一个好靓嘅老婆，又有生两个好 Q 嘅 B B， 系咪先？讲咁多做咩啫？答佢啦！算啦，冇计啦，而家唯有出绝招。哎呀，皮爷，你50件啊，冇有怕有话喺度，我帮你捻到变25件啊！5件，12件得唔得？我想要翻翻18件啊，最好啦！哎呀，皮爷，你好硬啊你！Madam， 买依班咪掂咯，上嗰班真系仲话攞手袋喎，成班换啊，依班成班都得。Attention！ 搏击唔系纸上谈兵，最重要系有实践嘅经验。今日我哋请嚟属于唔同特种部队部门嘅武术教官，会教你哋一套专门为女性身形而设嘅格斗术。D team。黑妹同玲玲出嚟，你哋两个拣其中一个同你哋格斗。哦，哇，真噶！這个教官定系翻嚟噶？唔使惊，唔使惊。喂，不如呢个。通常电影入面啲细细粒都好抽得㗎喎。黐线，而家唔係拍电影啊，砸都砸死佢啦。Madam， 我哋要呢、這个。阿花、阿彤、阿豪，你哋三个出去打。Yes, madam。一系成天不齐嚟啊！俄罗斯军用格斗术。是讲求瞬间的爆发力，你们俾心机啲学啦。啲水咧好似唔够热啊，系咪啊？试下我支手啊 ，Jo， 几好用噶，皮肤好滑嘅，用咗。哇，好香，好正啊！你试多啲啊。好啊。喂，阿彤，你唔好嬲啦！喂，真系啊！大家都唔想输嘅，下次努力啦！帮你啊！一睇佢个样子就知佢想攞红鸡绳噶啦！喂，咩啊？哇！头先俾嗰个教官硬嚼咗几下，哇！而家仲红啊！帮你洗头啦！咦？咁啊？
外國嗰啲 MV 咧，猛咁喺度坐，好難噶，猛咁坐嘅，咁樣坐得好大力噶，濕柴。What did you say？ 冇，我話六條濕漉漉嘅廢柴啫。我哋有時間就去跑步，你哋喺度洗白白，仲喺度行 fashion show， 唔係濕柴咩？你講邊個啊？邊個要我咪講邊個咯？喂，唔好逼我用鞋底幫你補粉啊！喂喂，唔好喐啊！唔好逼我出腳啊！我識內光噶，你講咩啊？喂喂，唔好逼我停曬，等會。Madam， Madam， D team， 你哋全部跟我出嚟。因为我哋错晒，点解最后罚我哋 D team 啫？边个整跌个桶？今晚就全部冇饭食。有冇谂过点解我就系罚你哋，唔罚 A team？ 呢人啊，因为我对你哋嘅要求特别严格，你哋放弃自己就永远失败。你哋翻去谂下，点解我要将你六个编埋一队？点解要做霸王花？边个咁过分？咩事？喂，其实我哋队长 Iris 都几欣赏你嘅，不如你过嚟 A 组啊。D 组啲人咁碍眼，但你有啲唔同。我知道 Madam Fong 都唔想因为一班废人而白白浪费咗呢个人才。听日嘅淘汰时，只要你帮我哋整走班废物，我哋一定帮你讲好说话，帮你调组啦。即系你哋意思话系想我出卖地啊？我唔会咁做咯。我哋 A 组有 Iris 带领，一定会扫低晒所有对手。D 组留唔留到最后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你自己好好谂下啦。会进行淘汰试，考野外定向抢军旗。我会喺后面的山头摆放不同颜色的军旗，绿色代表一分，黄色代表三分，红色是代表五分。分数越高，亦代表难度越高。而有一支唯一的黑旗是有十分的。地图不会显示黑旗的位置，只有提示越黑风高夜。你们一定要在限时之内将抢到的旗拿回总部。总分最低的一队将会被淘汰 ，understand？ Yes sir。Action！ 我哋行呢度 ，OK？ 喂，我哋分头行事，跟住分三组，目标系每人一支红旗。好，咁三十分钟之后，喂，你去边啊？我喺紧得噶啦，你慢慢倾啦。五点集合冇问题。OK， 我睇嗰边。我哋行呢度。喂，你两个等埋啊！在那裡Yeah.
阿彤都翻嚟啦，正佢个仔，人多吓人少，搞到我不知鬼死咁肚饿啊！你睇你哋几不知所谓，几个人揾得佢一支旗翻嚟，我哋都搏晒老命抢支红旗翻嚟噶。喂，大家唔好再嘈啦，我哋唔可以再一盘散沙咁，大家要 team up， 追翻啲分数。我喺度谂，支黑旗唔知喺边度。个 tips 系月黑风高夜。咩对联嚟噶？唔通叫我哋慰问徐海？咁使唔使用剑啊？月黑对阳光，高山就对低水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喂喂，哎，我跟住我抽筋啦。你，老婆你。相噶，全靠啲相我先至可以捱到，同埋我背囊入边仲有杯面啊！咦？死啦！我系咪坐过嚟啊？真系再也没有情色爱情，告别并无准备。迟到啊！而家要点算淘汰试结果？你哋快啲全部躺家庭。Madam D 组、B 组、C 组、Madam A 组。唔该晒队友。A 组仲有知。A 组23分 ，B 组9分 ，C 组11分。D 组十分 ，B 组得分最低，全队人同我帮佢执行李。A 组 Iris 暂时成绩最好，有机会得到红鸡绳。至于得分低嘅，小心被隔扯啊！之前明明我哋攞咗先噶，点解会喺佢哋嗰度噶？会唔会系我哋跌咗落河嘅时候冲走咗俾佢哋执到咋？你讲乜都得噶啦，
又唔见你俾水冲走，都唔知有乜。Madam， 咩啊？我有个请求，我想申请调组。调组？俾个理由我。Madam， 你知道我实力噶，我同 A team 倾过，佢哋都想我转组。Iris， 你哋私底下咪谈论过呢个问题 ？Madam， 我唔知道佢讲乜嘢，我冇做过。大家都应该好清楚呢度嘅规矩。你都有今日啦，俾人我最憎人出卖同伴啦！阿彤，系咪你俾只黑旗佢哋？你应该相信我哋会赢噶。全部收声！呢 team 人即将系你哋出生入死嘅战友，有问题嘅时候唔应该当佢哋系负累，而系应该谂下佢哋嘅长处。你哋翻去反省一下，我唔希望再见到今日咁嘅闹剧。Dismiss。喂，阿彤，喂喂，心啦，我做佢一翻转头嘅咩？做错有咩咁大不了啊？我知道你好胜，但你绝对唔系中意用彷徨阻道方法嘅人咯。我哋始终系一天人，一齐入嚟就一齐出去，我哋未输噶。但系如果少咗任何一个队友，就一定输。我同你哋根本就唔同，有咩唔同啊？嗱，我哋呢天虽然咩人都有，男人婆、肥妹、大波母老。但我哋个个嚟到呢度都系想赢，点知你一个唔输得啊？玲玲读书成日俾人非礼，佢想拉晒啲衰男人帮女人出气啊！豪哥要向人证明佢个能力根本唔会输俾男人。夏妹咧，佢担起成头家，努力要屋企人过更好嘅生活啊！仲有啊 ，Cat 俾个非富男朋友睇小做唔上警察，佢想俾男朋友知道，冇佢喺身边都唔系一事无成。Cat， 你想考警察？不是因为想同我一起开工啊，做警察不是讲玩的，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。我同你们不同啊，你们会不会仔细正眼见到就不似啊？是不似啊，他令到我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他也都没有理过我将来想做些什么，他只是介意我这个小三生的私生女走出来影衰他啊。他越是侦察人，我真的越做给他看，他越是不想我成功，我就越是要拿无间枪给他。那又怎样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秘密的，我没有爹地妈咪，我由细到大都在苗街被人吓，但是我都一个人一直撑住下去到今时今日。阿彤，你跟我听住啊，我哋六个人，一 team 人，一齐入到嚟，冇咗边个都唔得。如果今日冇咗你，我哋几个可能已经被水冲走咗啦。一日仲喺度，一日你都仲有机会去改过，冇嘢你翻唔到转头噶。咪系咯，我够成日累到你哋啦。咁唔通你哋又真系以为全部我错晒咩？总之咩都好啦，我都系想做一件成功嘅事，有一份自己自豪嘅工作。你知唔知你咁做最心爱嗰个系边个啊？阿妹，我真系好对你哋唔住，我已经咁自私，为咗自己。我差点死你们过，我只能够讲咩对不住都没用。我抵死，你们可以打我，可以闹我，我不会还手。我真的好怕啊，我好怕自己失败。
真系好嬲你啊！因为我真系当你系自己妹一样啊！一个知道做错嘢嘅妹，我系咪应该原谅佢啊？啊？大家就是一家人，只要我们够齐心，就一定可以练得 A 天。行出这个训练营之后，我们就真正的霸王花。今次计分时，落了水的就淘汰，越迟落水的就越高分，就有机会拿到红鸡绳。Yes, sir. 加上策略双方配合，咁先系自胜之道。讲嘢你 ，A Team Iris 成绩继续领先其他队员得满分。你哋要能够瞬间认清敌人嘅特征，明唔明？米达，我做到啦。严格训练和测试才来到这里，最后淘汰赛的测试是模拟反恐战，你们各自分组进入分配好的地区执行模拟反恐任务。 A Team 出发。 Yes, yes, madam。 你们厅入面的出弹打中恐怖分子的把妹得分，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整体任务完成度、组员之间的合作程度、射击的准确度来评分，而最高分的一队会正式成为霸王花。Madam, A team 成绩非常之不错。D team 出发。
CCTV 见唔到 D team， 我怀疑佢哋离开咗考试范围。阿妹，你系唔系带错路啊？系咯，一个靶都唔见嘅。哎呀，阿妹有冇事啊？使乜咁紧张啫？玩下啫嘛。喂，前面好似有人喎。咩啊？仲以为淘汰赛得靶，原来有真人噶。咁认真跟住佢，话唔定打中佢好高分呢，行啦。快啲啊，站长！小咩豆，食宵夜先啦。咁鬼耐噶，有你就食啦，咁多嘢讲。好嘢，食宵夜冇收。我呢个头，唔该你啊。标心，哇，都几逼真喎。喂，我哋可以包围佢哋喎。唔知打仲会有几多分呢？咁仲唔快啲攞翻条心？嗯。嚟，黑狗，黑狗啦。举手。加油！哇，今次一定好高分啊！仲唔俾我哋威翻一次？喂，有冇搞错啊？都食嘢。原来玩宵夜啊，咁就梗唔好嘥啦，唔知啲结扎得咁少，你认真喎、啊。喂，细路你几好气喎、啊？救命啊！啲保镖好得人惊噶。你啲气仲好？你边间能记公司啊？啊，佢哋真系保镖嚟噶，矛佢死咗咯。哇，真枪啊！打枪，打嘢。好。
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呢度等我哋嚟。队长，队长，点解讲喺啲误区？嗰边仲有枪声。有冇事啊？队长，啲区仲有枪声。最基本的责任你都不懂，害人当差，你想累死几多人啊？你哋一个二个做紧乜嘢啊？玩 cosplay 啊？你唔好以为着上 uniform 就可以做警察咁简单啊！飞虎大细吓，你乜料啊？今日系我哋姊妹，佢系条飞虎仔系嘛？哦，条仔大晒啊！女朋友攞嚟锡噶，唔系攞嚟闹噶。我哋有几努力，你知咩？如果马基教咗人节，你会有今日咩？你会攞到个美彩？你有冇 support 过阿 Cat 啊？走啦，行开啦，走开啦，行啦，唔好行咁松啊！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行啦！你衰够未啊？同我收声啊！D team， 你哋今次唔能够完成任务，仲违抗上司嘅指令，严重违规。根据警察的条例，你们将会全天被架走。Madam， 当时情况危急，我们总算都有救回人质，是我叫他们去救人的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背上所有责任。阿 Cat 啊，阿 Cat， 你记不记得你说过，我们是一team人来的嘛？既然一起入得来，要走就一起走咯。有什么不大不了啫？依家走你们一定走硬。现在妈咪还在深切治疗部。你哋冇谂过，如果我妈咪有咩事嘅话，佢对仔女系点啊？你哋咁鲁莽，有冇顾及市民嘅安全嘅？讲得好啊！呢个细路哥冇做过妈咪，真系唔知点算啊！20年前就有一个细路女，因为一个好胜嘅女警唔听指挥，一个细路女就冇咗佢妈咪。咁细个细路哥，冇人理佢，要靠嫲嫲喺庙街帮人算命先可以养大佢啊！所以呢个女仔发誓要做警察，揾呢个凶手，揾呢个女警，因为佢一直都冇原谅佢，而家冇原谅，以后都唔原谅。阿龙帮，我相信你最清楚，你咩事都，你唔准系佢名啊！你啲咁嘅队友。咁嘅姊妹，你唔准再叫佢喺度教霸王花，你冇资格。你阿妈都系霸王花，我知道你好嬲我，想向我报仇，但系你唔好侮辱霸王花，我冇做对唔住你妈咪嘅事。做警察就预咗要牺牲，你唔可以抹杀每一个人嘅努力，包括你自己。见到你咁嘅样，我就好想喊噶啦！哎呀，
你估佢唔系冇咗个铁饭碗至咁咩？唔系啊，我系觉得我哋尽心尽力去做咗一件事，因为唔好运而失去咗，而觉得唔抵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放心啦，就算而家解散咗，我哋永远都系好姊妹嚟噶。未完，仲有我，我系警察总部行动处 CTISD 最高总指挥黄远辉，你哋可以叫黄 Sir。CTI 咩话？全名系 Counterterrorism and Internal Security Division， 反恐怖活动及内部保安组。喂，黄 Sir， 你唔系嚟拘捕我哋系嘛？我系嚟通知你哋。你哋正式被挑选成为真正霸王花嘅 B team。吓，有冇咁丰满嘅转啊？唔系、啊，但系头先我哋先俾人花好出嚟啫。唔系，嗰场戏系做俾人睇嘅。霸王花计划系警队中机密中嘅机密，除咗一哥，就只有我知道。啊、你哋六个比格尺，咁即系话警察内部唔会有你哋记录，你哋就系执行重要任务嘅最佳人选。哇！Sir， 呢度就系霸王花嘅秘密基地。你唔跟住咯，喂，好饿而家，有冇嘢食啊？打边攞俾我哋。Sir， 我认得呢张相啊，我喺 Madam 方家房度见过噶。冇错，佢哋就系二十年前嘅霸王花。呢、这、一个就系你哋嘅 Madam 方。二十年前嗰次任务就系佢第一次做队长，亦都系最后一次。六个之中，就只有佢一个翻到嚟。其实嗰次系个陷阱，我哋唔可以将全部责任怪晒美登方。西方同你阿妈系好感情嘅姊妹，就好似你哋一样。只系你嫲嫲一直唔想俾西方揾到你。不过如果摆唔低嘅话，就冇办法继续向前行。相中呢个男人，经过详细分析，无论面型轮廓同埋双眼瞳孔，同二十年前嘅总统有95%以上嘅吻合。但最奇怪嘅系，佢个样完全冇老道。佢哋老走咗一个韩国嘅细菌专家，叫金秀基。总统利用佢研究咗一只透过人体高效传播嘅新型病毒，所以警务处下令我哋重组霸王花。去馬來西亞緝捕總統，今次任務非常之危險，你哋有冇信心幫我報呢個仇 ？Yes sir。齐长短火同埋啲装备，你自己 check 下，我出去收下料先。喂，姊妹，有好嘢俾你哋啊！我咧自己特登整咗条手链送俾你哋，一人一条，好好地 keep 住佢啊，钱都卖唔到噶。赚死成啊！我闸住你把口啊，死死声。Thank you， 护身符嚟噶。好啦，保佑今日就唔打呢两条，安安翻屋企。Yes， 哇！准备出发，我收到可靠线报，在双子塔附近有个俱乐部，啱啱换咗老板，老板登记的名同二十年前嗰间酒店登记的老板名是一样，叫做谷俊。我相信呢个人同总统好有关，你出去索下链。Yes sir。哇，都坏坏地噶喎。
啦。哇，都幾靚呢度。個王 Sir 咧，即係對我哋好好嘅，架車靚到咧。佢就話呢部係最好嘅掩護車啦。喂，唔好嚟咁多啦，嚟到吉隆坡都有啲嘢碰喎。Let's go！我哋要嚟一个分头行事 ，OK？ Girl show time！ Yeah！ I'm ho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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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t！ 啊，玲玲，好正式喎！哇，咁多仔围。睇嚟都要靠我哋马云同玲玲啊！睇嚟个阿叔对玲玲特别有兴趣喎、啊。我老细想识你，跟我走。Hello， 好似有嘢到。咦，嗰、那个样咁似总统嘅？喂，佢哋想带玲玲走啊！几位靓女，唔觉到你咁快就走，饮杯先啦，做咩咁急啊？啊，我都未走，我咁多做咩啊？放心放心，我话过呢一条链会保佑我哋平安嘅。你几时学我咁迷信噶？唔系迷信啊，系高科技。OK， 我喺每一条链入面装咗 GPS 噶啦，鸭条街高架部啊，快啲帮我睇住咗定转右啦。哇，呢度好靓，好豪华啊！我个仔今日生日，我有嘢做，你帮我陪下佢。
哋啱啱先识嘅咋，不如请人杯嘢啊！我想吉嘢。你想吉啲咩啊？阿龙，唔好玩住，开埋会先。好彩虾妹俾咗条百合线我啫。好荣幸，大家可以参加呢一次行动。我哋改造嘅病毒比 H-Man 一传得更快、更致命。佢可以注射入人体运送，24小时之后会散播出去。带菌者唔会有任何迹象，任何海关都冇办法探查到。听日各位自愿牺牲嘅战士，请喺机场集合，注射病毒，然后分成三组进入东南亚唔同国家，完成我哋嘅使命。20年前，我爸爸被霸王花害死。咁多年嚟，我一直喺度假扮佢，继续实现佢嘅理念。我要为爸爸报仇。霸王花会阻止我哋喺吉隆坡嘅行动。我要见一个杀一个。你喺度做咩啊？佢一定会游翻埋岸，派人喺码头截住条女。系，我要俾佢走啦。姊妹，根据信号显示，丁丁而家嘅位置喺一个码头入边，我哋快啲揽埋啲架山揾佢啦。
it's growing dim. I'm feeling the walls around me slowly losing in. I'm rescuing me when I can barely breathe. There's only darkness when I see you. Now I've been trying to hold on for so long.不过而家唔系伤心嘅时候，正如玲玲所讲，谷俊宇无意外就系总统嘅独生子。如果俾大菌姐上到飞机，将病毒喺东南亚扩散嘅话，到时就会死得人多。冇错，我哋唔可以俾佢上飞机，要捉住谷俊，阻止总统。有人帮下佢报仇啊！在出发之前，有一件事我想告诉大家听。入面的人听着，我是香港警察副处长，联同国际刑警和马来西亚警方，我们希望你们立即投降，放低你们所有的武器。你有没有搞错了啊？请你们将手放在头上，慢慢走出来。我想大家有点误会，我哋系隶属香港特别行动部队霸王花。我哋香港警方根本冇你哋五个人嘅资料，我警告你哋，唔好冒充系警察。我哋嘅指挥官系王 Sir。王 Sir， 你快啲同你解释啦。霸王花嘅指挥官唔系王 Sir， 系 Madam Fong。你身边嗰位王 Sir， 你二十年前已经俾人革职啦。我对你哋唔住，我都系想亲手报仇啫。Sorry。真正的霸王花会送你们回香港。我们追捕着总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由现在开始警方会接手。你只有我才认得他们而已。我说得了。你们五个在晒度了，在人家地头冒警枪战。Iris， 不可以再迟了，你一定要帮我们啊。总统会将细菌交给四个死士在东南亚散播。呢度只得玲玲认得小雪个样，我哋一定要去阻止总统啊！我有嘢同你哋讲，周爽士喺嗰条腰喺后面，自己执上。我要坐低，豪哥接住。我做的事已经做了。好，唔该晒，麻烦你帮我再安排支枪。吓，你要枪？放心，今次所有责任我会一力承担，我会去马来西亚机场同你会合。嗯。危险嘅地方就系最安全嘅，我永远都准备好 Plan B， 换衫出发去机场。
个机场唔系好大，应该唔系好难揾。嗯，玲玲，而家靠你记忆啦。我谂依家最紧要系千祈唔好俾阿泽，我同阿 K 嗰度守住。我哋上高啲监视。O K， 好嘅。Okay.是不是那个？不是。Ken， 有个外籍的巨人和一个纹身妹就在你们一点钟的方向，就是他们。收到，交给我们。我见到另一批了，这批等我们跟。这里多人，不安枪。刚才我女朋友做我 backup， 你唔好咁讲啊！
我对唔住啦，一林冇十不嚟，你快啲帮你啲姊妹啦！你快啲去帮你啲姊妹啦！我冇事，哥，哥。救你队友，出总统与美斯嘅遗愿，但系你要记住，霸王花嘅使命系保护人，唔系伤害人。Yes, madam。死差婆，想沟我啊？我嗒硬你啊！
记住霸王花的事是保护人，不是伤害人。